一定要来几个江山公呢，来这里欢迎，来我们左右两侧朋友们哦，来维安小组在这边，所以去旁边一点，我们给到注意了。森林也是我们韩国瑜来到会场当中，来各位嘉宾朋友们不要忘记有小朋友来移动你的脚步，左右两侧来移动脚步，注意点来安全，注意点来看，帮灰熊，灰熊会重要。啊，那个多注意，那个上个物件较细腻了吼，来小心一点。来，我们韩国瑜市长经过有生命的时候，接下来来拿拿兄弟几个关心，来赶快嘛，朋友请点来敬安礼，把你往回啊过来做鬼丢。来有请的每一个电观众，我们准备跟红衣的上台。好，请问安检的叶胜安，叶胜安主委，叶胜安主委上台。好，我们现场所有嘉宾朋友们，来一定要来几个掌声来做点欢迎，旁边欢迎点爱，有注意，有注意，来有注意嘛，当真来跟他舞台顶端。好，我们热情的掌声来有请我们总统候选人韩国瑜。好，你维安小组朋友们就坐哈，大家休息一下。非常非常的热情，欢迎来我们的掌声在哪里？欢迎，哇，有请。我们2020年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先生到现场来。总会调动行动。好，不要，阿伯，咱就和韩国瑜讲嘛。哎呀，你行动。哎呀。现场所有的嘉宾们，我们2020年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市长，现在他打算在台上，他要向各位现场的嘉宾们请安问好。那全体来个掌声好不好？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。那我们现在就请我们。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市长现在来跟我们大家问好，所有的拜托就是这一句话而已了，谢谢。谢谢谢谢，感谢我们关圣帝君协会陈总会长，还有我们前议长李全教，还有我们陈立法委员龙胜兄，哇，上次看到你20年前头发是黑的嘞。我今晚跑毛都差不多啊，还有后面长得比我又高又帅，两个人老婆名字一模一样的，都叫李嘉芬的。我们谢龙介、谢朱维，有在谁？欢迎欢迎。你那嘉芬他温柔，我嘉芬他派。我们右边的童小云，童立法委员参选人；左边林彦柱，林立法委员参选人。我们凤山来的前主任，还有我们高思博，还有我们所有在座。所有的贵宾、所有的议员、里长代表，我们关圣帝君各位的善男信女，各位好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谢谢关圣帝君，影响力非常深远，千年以来，关圣帝君就陪着我们整个人民的信仰。再感谢陈总会长，还有热心推动宗教事务。默默的付出，不光是稳定了我们民众对宗教的信仰，阿公行有余力，尽量照顾弱势团体，所以对地方宗教参与者，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。当台湾社会可以和谐美好，就是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默默的付出，默默的关怀。家里人有够多多，我们的心都是一样。关圣帝君告诉我们忠义，对国家尽忠，对朋友有义，忠义的精神。一等人，让台湾人最好最好的一等人，就是忠诚孝子，对国家尽忠，对爸爸妈妈尽孝。我想关圣帝君的精神为什么影响我们民心这么深远，就是这个精神是发自我们内心的感动、尊崇以及追随。
对，谢谢陈总会长，各咱在座的乡亲士大，非常有高兴今天来台南，我们都祈祷，让我们台湾淳朴、善良、勤劳这样的一个精神能够重新回来。咱台湾人打拼，又喜欢储蓄，对人又热情，我们很希望未来的台湾会越来越美好，重拾我们当年那个怕苦的精神。那再一次借着关圣帝君文衡殿今年这样子一个盛会，让我们一起从我们的内心来祈祷台湾的社会未来会越来越美好。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祝大家平安幸福，谢谢，谢谢。刘盖先，你就来讲两句啊！啊，刘盖先来讲两句啦！哎，刘盖先讲两句啊！大家拢是帝君的信徒啦，吼。那么帝君呢，强调就是仁义礼智信，所以咱期待这摆呢，伫艰难的战争内底呢，会当学到帝君的精神，挂印黄金是汉上，顺风遥望远渡寒，马蹄赤兔行千里。也可以唱歌了，好哇！再次感谢感谢，谢谢哇！也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嘉宾朋友们啊。那当然来到会场，我们都希望台湾可以越来越棒，越来越好。那我们希望呢，各位嘉宾、各位今天善男信女都可以帮我们一起未来的期许来做个期许，以及我们许愿啊，来这节给我这个心意。好，波比姐来听阿丁呢，爱唱歌，男子女性都乐观。给当时这个高板苏鲁宇，感谢你，谢谢，来拍手啊！哎，来，来，那当然也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长官贵宾、百忙之中的莅临，感谢。来啊，我们呢前方的虽然呢这组粉丝来告诉你哈，要记得人身安全爱注意哦，你们注意的同时，让我们的长官贵宾。可以顺利的经过你们身边哦，哎，麻烦秒出这个通道哈，等下来，那我们呢？当然了，台上节目也要给他继续哦，因为听讲咱的电视已经讲讲这个卖声啊。哎，是你。对，来，大家要拍照，要摄影，要请小心自己的人身安全。